杀，永不休息。月亮将会升起，夜晚将会永存。一会儿我会让你永远也跳不了舞。刚才那俩兵人补的挺难受的。左边是插个眼的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会让你永远也跳不了舞。我不用你在那跳舞啊。这鳄鱼我发现了，出完十字镐的虚区呀、啊。相当高了，直接来个十字镐啊！还行。不知道这皎月上哪去了。一段意怎么没意过去呢？往左边插个眼儿，看看那小鹿啥时候来。嗯，含羞贝雷搁右边呢。一会儿升六，其实可以越塔了。等个点盐吧，要不。哎，小号一手，没有药了。马上越塔杀了啊！干啥呢？干啥呢？我都站那儿，我都站那儿放你走了，你都不走。那就没办法了，小老妹儿，你说我都放你走，你都不走。
他给我咋了？我这钱呢，实在是有点太完美了，真的，这钱有点完美呀、啊。薛飞是有点完美。哎，我这鳄鱼打人怎么这出完这十字镐怎么没秒掉人呢？不应该呀，虚区还是有点低呀、啊，感觉。看来皎月还是有点肉的。换谁了这？换个亚索，那五级亚索干啥呢？靠！亮牌是吧？行。我不用大招伤害，来，看了，打了个点炎，这波不亏啊，咱啥也没用，血赚。伤害咋那么低？我打个五级亚索秒不了。鳄鱼虚区是真是不行啊！现在这鳄鱼，我们八级，他六级，破个盾秒都秒不掉，我还两个红盾，知道吧？下波死，穿呢？还搞换路？我都不知道你凭啥换路，兄弟！你说你凭啥换呢？就感觉好像你是好使一样。不行就杀洛手，来红鹿晕抠一下，有没有鸡？有鸡他死。我的塔皮呀、啊！我操了，就相当于我们用一层塔皮换了个人头，好吧？你看我让你走，你又不走是吧？行，来。你来蹦的，对，蹦的，使劲蹦的啊！你等你技能没的，该我了是吧？你这干啥呢？这蹦来蹦去的，有病是吧？就在那晃，你把它晃个啥玩意儿了？双断穿啥也没用，他又把大交了。你们要这么玩，出门就交大，那你指定是玩不了。
A 接 W，A 接铁字边接 Q，E 小平 A。这波呀，这波穴位是有点瑕疵，我应该闪现 E 的，其实。怎么给他傻了呢？这不能叫菜，这叫我省了一波小技能。我其实可以换他，我觉得。出点啥呢？这样吧，先来个二速海，省得让人疯着。给了个一千，这波拆塔直接不用理他啊。别吵！你不往下路走啊，凯隐！啊，就非得要烧，行。就非得要烧，烧吧！来，来，那永恩好使啊！打蓝，今天不治治你们，确实是不行了。这一个个跟我咋咋呼呼的。一个在我面前蹦的，一个敢跟我换路，还有一个敢在面前跳舞。来，我拉到左边来打来。你干啥来了？我应该是死了，我先红路 Q 回个血，给我劈死了。这洛克萨斯之手好肉啊，打不动。哎呦，我一秒四破，可以啊。你干他，他没有血怒。哎呀，这你有啥好怕的呀？哎，好打。我说实话，这剑姬有点怂了。这剑姬不怂，这波我感觉他打不过这剑姬。你们觉得呢？他一他没有蓝，二他没有大，多点血怒呗，打两个弱点不就完事，还有个红，出点啥呢？先来个死亡之舞吧。不对，咱先来个蟹手啊。蟹手出完我来个死亡之舞吧。蟹手十五黑切出九头，破败也没啥用啊，这那样。这但这把出破败应该行，这把他们家全是近战，出破败应该没啥问题。
你好使啊，蹲我。往这走，挑他，挑他，挑他！没用，他走不了。哇，战神！真肉啊！我帮你把上塔拔了。你怎么被杀了呢？来，往中走来，给我找到他。今天他走不了。往哪走？你能走到哪里去？还有这亚索。为什么敢换路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敢换路？你给我解释一下，你是不是没听明白？为什么不给我解释？这人怎么能看不见我，当我不存在是吗？我先溜一手。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那怎么还有个送人头的呢？这个洛克萨斯之手咋又成这样呢？真又啊！我装备其实比他好不少，我比他好800块钱。来破败吧，太惨了，我要给你写个惨字。你多少移速啊？你390。哎，我原地起立了。你别跟我在塔下待着啊、哦！我告诉你，也不用你跟我亮牌。确实是人有点多啊，不过没有关系。先把这落手给我杀了。哎，我为什么回头？亮牌儿？他们俩成功的二打五了一波。
但是确实得有卡莎的伤害啊。我看着点，你回家呀，我怕他上来了再。为什么要野我？嗯，为什么？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？我没明白。哎呦，我真敢接呀，弟弟！先跑了。为什么回头莉莉呀？那都闪现走了还回头？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我要回家，为什么不让我回？什么原因？超了，真是。